我是琳达狐，应该我是小美洲。小美洲啊，我讲话有点快，因为呢，现在你们刚才已经没电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讲话会有点快哦。换新电池了，也可以慢慢讲。来，你有什么问题吗，小妹妹？就是呢，你买魔术方块干嘛？我们要 PK 啊，懂不懂？要一人一个啊。啊，为什么只有三个啊？我们一人一个，你和姐姐还有我一人一个。啊，为什么只有三个啊？三个啊，你一个，我一个，姐姐一个啊。啊，为什么只有三个啊？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要玩啊，妈妈不会玩。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小妹妹？有件事要跟你讲，就是呢。靠镜头讲。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拍片呀、啊？因为为什么要拍片哦？因为可以给你们以后长大的时候看啊。为什么要看呀、啊？因为你们长大以后可能会不记得你们小时候多可爱啊。像爸爸就忘记我小时候有没有很可爱啊，应该也很可爱吧。妈妈的话也会忘记呀、啊。妈妈她已经忘记，妈妈她记忆直到小学三四年级吧。爸爸的记忆是到幼稚园的时候，爸爸没读过幼稚园，但是爸爸的小时候记忆是到幼稚园，这个你还不懂。那你喜欢拍片吗？喜欢啊。对啊。那为什么你有天要买手机啊？买手机是因为那个，买手机是因为不是爸爸爱花钱哦，知不知道？知道。是不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你有台手机破掉了？哦，对，爸爸手机坏掉才会换手机，爸爸不会那么花钱去买好几万手机，爸爸的手机都很便宜。这次买最贵的 Nokia 801才89,900。为什么全部的手机都会有那个 Google 啊？ Google 有什么？ Google 啊。Google 是什么？ Google 啊。Google 是什么？ Google 啊。哦、好漂亮的小女孩。是 Google 啊。是哥哥啊 ，GoPro 呀？对，不对，是 GoPro。GoPro 是什么 ？GoPro 是可以看镜头。不对 ，GoPro 是可以那个 ，GoPro 是可以学绕口令的。哦 ，Google 助理啦。对 ，Google 助理。我们不要玩 Google 助理了，好不好？好，那个字幕很难打。好，来，还有什么问题吗，小妹妹？我不会玩，我只是说。好。那我不要讲那个绕口令哦。好。然后呢？这三科呢，我们学校四个人，不过妈妈我们家里有四个人，对不对？对。不过呢，妈妈她不会转。嗯。那要不要练习一下一面的？要吗？爸爸转十步，让你转好不好？好的，那我把这些转回来。你好厉害，你转完你都会记得刚才转过哪些，不过这次转太多了。好，爸爸先转十步哦，不能哭哦，好不好？我不会哭啊。好来，那你要对镜头。而且我又没刘海。好来，爸爸眼睛闭起来转十面了哈。好，转出白色的。啊，我转不回来，所以我就好笑。你要放弃了吗？放弃了。剩一个而已，剩一个不转出来。不转出来，我是两个纸盆呢，带下来都没有。好来，中间的你不会转哈，上来。中间的我会转啊。你只差一个没转好而已啊，你跟我客气耶，对不对？你看哦，这个要上来，对不对？这个，妹妹喊这个要过来这里，对不对？对啊。那只要转来这里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转走，这边转走，让它上来，再转回来，就有六面。OK， 那你把它又回来。好。这个呢？
来啦。小师傅转一面。妹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还要按下小铃铛，然后呢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